现在开始背部仪器操作，待背部清洁干净之后，消毒所需用到的操作手柄，均匀涂抹产品。背部操作分三个手法：一、肩背部来回直线连续滑动；二、背部来回斜线滑至侧处；三、背部顺时针打圈。现在开始示范，先提大头。背部来回直线滑动。背部来回斜线滑动至斜侧。顺时针打圈，现在开始示范强声波抱指头。来回直线滑动，背部来回斜线滑至斜侧。背部顺时针打圈，强声波探头操作时需注意只操作脂肪厚的部位。以此动作重复即可。